首先呢，要颁发的是发明奖，这不叫颁奖，应该叫做献奖，因为呢，我们是参加一个国际发明展呢得回来的奖项，我们要把这个奖项呢献给我们的黄建廷县长。现在呢，要献奖的呢是2015第26届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创新科技展献奖。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总共得到了14铜、6银、4金，另外呢还得到了大会给的5个特别奖项，可以说是呢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呢，依序上台的是得到我们铜牌奖的所有的发明家，带着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得奖证书以及奖牌在台上。那么现在要依序为您唱名的是获得我们这次发明奖的银牌奖的得主。首先呢，非常恭喜的是高东高峰以防盗车照呢获得了银牌奖，高东高峰呢又以口袋式礼法为东也获得了铜牌奖啊，对不起，银牌奖。接下来要恭喜的是冰茂国中以幼童专用延展鞋获得了银牌奖，马兰国小以卫生纸便利抽得到了银牌奖还有特别奖，马兰国小以布鞋、拖鞋两用鞋获得了银牌奖，也要恭喜台东专科学校以低灰环保竹炭燃料构造获得了银牌奖。接下来为各位唱名的是获得了金牌奖的，首先第一面金牌，我们要恭喜的是工东高工以及新生国中共同发明的免沾手疾风口装置。第二面金牌，那非常感谢的是工东高工以流体瓶口改良设计获得了金牌。第三面金牌是台东专科学校，那么他发明的作品是太阳能冷凝罩水装置。第四面金牌也是台东专科学校发明的作品是超音波震荡清洁用具。这都是我们的发明家，台东的这几年在做创造教育、发明教育，这是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荣耀。最后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县旗，这一次我们带去马来西亚，上面有非常多的发明家的签名，还有大会主席的签名呢，献给我们的黄建廷县长，请献旗。